你们两个发型有效吗？可能那个他没有整理的时候，可能乱度有一点像啊。因为我头发我是随时都是这么乱的，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野兽也会被女神点名哦。这个我只能说，上帝是公平的啦，上帝是公平的。Hebe 的演唱会嘉宾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这是人家，不可能，对啊，有会有机会吗？不是啦，人家他有那个专属那么棒的乐队，人家他的那个，他的整个舞台跟乐队他们的呈现，那个都是很完美的，那。这个野兽去只是会坏了这个画面，而且牧民田馥甄的仙气而来的，这个朋友们太多了，他们是针对他买的票是针对田馥甄三个字而来嘛，那绝对不是王世坚，所以我他点名了我就很觉得很荣幸，这样就。对我而言就够了，就是说，这个上帝是公平的啦，让野兽也有被女神点名的时候，所以今天我这一两天收了几十通的简讯呢，也都是好朋友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被女神点名了？”都很羡慕了，都很羡慕。那我就说啊，上帝这一次眷顾我。结果也有朋友说：“哦，我开始崇拜你的上帝了。”好，谢谢，谢谢委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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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